有生引力，把我一步一步推向真相。我好像听到了他的声音，越来越清晰。我实在是没有想到，我在公交站上捡到的一张名片，居然给名片的主人带来那么多的麻烦。我叫纪少恒，是 Five 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和 CEO， 之前以问问的身份和你接触。非常我们怎么办？怎么走啊？这个世界没有意外，怎么会精彩？我要去巴黎留学，需要50万。你有没有听说过裸贷？一个女孩的17岁，多让人可惜啊！失忆，摄影师。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让我知道暗访是什么。喂，别再追了，否则这样的命就保不住了。你想什么？人是我杀的。你那些理由根本就不足以杀人。你知道他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吗？你不是要还不上钱是要去卖的吗？我不能扔下你不管啊！想让我变成什么样，我就得变成什么样。你们死而无憾了吧？吴芳，这里。欲望会将善良的人变成天使，也会将自私的人沦为恶魔。